下面说了，盖为圣王大师，若于阿弥陀如来独相，你见到阿弥陀佛的像，闻名耳闻，前面是眼见耳闻，或者是见光啊，或者是知意，知道佛的意思，介入如来之时，以文明故得毕竟平等之业，于此愿之闻我名者，正立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全然一为。完全一个意思啊！啊，以文明故呢，得住平等法中。无有一法不是阿弥陀佛了啊！且住于诸法实相，我们今天把住平等法用这个弥陀名号，我们住弥陀名号，这心里头有住啊，心里头真有啊，决定往生，这很重要啊！心里面决定不住其他东西，一切法都不住，只住阿弥陀佛。学海鲜老和尚，海鲜海清老的和尚都用这个方法，一生得到不可思议的成就啊！这个我们要懂得。下面念老举汉戏里面一段文字啊，称阿弥陀佛为无量清净平等觉，这个是汉译经体，汉译的经体啊，故知十方大师闻佛名号，至心信要，这四个字重要。至心是真心，真诚到基础，相信没有丝毫怀疑，爱好喜欢呢、啊。信是信有极乐世界，信有阿弥陀佛，要是求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四个字就是菩提心了，至心信要就是法大菩提心，啊，那底下讲用平等心，念平等觉，如是安住，也是得平等住之意。说得好。得平等住
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。我们宗门说，禅宗里面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在净土宗教礼业心不乱，得平等处礼业心不乱了。此一句佛号，即是实相，即是法界全体，即是诸法平等体现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，字字真实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语。我们一般人几个人知道啊？宗门讲诸法实相，这一句佛号就是学习念这一句佛号容易啊。观诸法实相很难啊，啊，难行道、易行道，从这个地方就看清楚了。所以这一句佛号就是法界全体。华严要修法界观，你看这个法门跟华严一比，简单容易。我们念这句佛号，华严在里头，禅宗在里头，密宗也在里头，教下戒律都在里头，全了，这法界全体。啊，其实诸法平等体性，这一句佛号是诸法平等的体现，这还得了吗？真正不可思议，但能念念相续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故曰的平等处。这谁做到了？我这一提大家都知道，海贤老和尚做到了啊，如是心行是菩萨行，辗转教授同归极乐。普惠众生，震慑之理，故曰修菩萨行。幕后这一段文劝我们念佛，实在是太好了。把念佛法门说尽了，说到究竟，说到圆满。
们自己要认真修行，要修清净平等觉，要鼓励我们啊，往生上品上乘的根基要扎得坚固，要扎得牢啊！坚固是什么？根基，心、愿、持名，往上提升，那就是修菩萨心的平等处，身心言教辗转教授同归极乐，普惠众生真舍之理，故曰修菩萨行。如是修行，自然具足一切佛果功德根本，故曰具足德本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